倒点水。气泡水机时间，你是在很生气？轰炸机器，哎，等下看，上次有碰到还是没碰到？能不能多一点？哎呦！没什么水啊，没什么气啊，你是按太要按久一点是不是？那怎样瓶子就炸开嘞？这是游戏啊，这是游戏，有一滴滴，因为是常温水啊。喝喝看，来呀、啊，试喝，倒出来、啊，倒出一瓶子，倒瓶杯子啊，你倒那个，这有一个给你喝喝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换成这个杯子？那个高脚杯吗？只有一滴滴气。你使用错误吗？什么使用错误？那、啊、为什么只有一点点气？因为常温水啊。那、啊、它一定要用冰水才行吗？就是不能用热水。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又不能用热水。哎怎么没什么气呀、啊？有啊，有气呀、啊！喝喝看，想喝吗？它说明书是按一下是按几秒？有说吗？哦，有气耶！赞哦，很赞啊！好啊，算了，说你要来喝吗？嗯，你也不喝，你怎么就走掉了？你又没有请我喝。啊，你杯子不是拿走了？你又没有帮我拿杯子，你没有主动拿给我喝，快到。来来来，喝起来。不要太多，气泡水。二氧化碳水。嗯哼，这还可以盖起来保存哦。它应该也是几分钟也是没气。真的是二氧化碳水，水都就变还有味道。啊，水变什么？感觉怎么样？就感觉水就有味，就变成气泡的味道。它没有味道啊。那气泡水，喝气泡水的用意是干嘛？只是喝起来爽而已嘛。你就可以漱口啊，漱口，你就可以吃少一点东西，你一下就撑了这样。那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就你的肚子都是空气。所以你就在水里面一直吐气，就会有气泡，就有二氧化碳。嗯，所以他有说一定要装到这个水位线吗？好像也没有哦。所
说明书吧。说明书。所以我以为要装那个水危险，但是大家都看好像它也不是那个，也不是插到水里面，它是根本没有接触到水，然后它就这样气就给它打进去。这保证看说明书，说明书，没有说明书啊，是说明书。看说明书你就知道了。三下。他也没写啊，哪里？他只有写说不能，他只有写说不能放空瓶啊，他也没有说要把。放空瓶，所以你装了一滴水，就不代表空瓶了。啊？一滴水就不是空瓶啊？对，装个十滴水也不是空瓶啊。他只有写说不能超过满水线，他有，那这样子也可以打吗？好像也可以哦。虾米？这说明这么烂啊？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就可以打？不能空瓶。不管怎么样都能打、啊，那这样子买小瓶跟大瓶有什么用？那你如果用大的瓶子，我不要，不是空瓶，我只要装一半水就大大的瓶子，应该你如果装一半水，上面这里你就是浪费很多二氧化碳吧？是不是？因为它溶解在里面，它要把上面填满二氧化碳，它才能溶解到下面去啊，是吧？他意思就是你要水越多，他才能打进去越多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浪费的越少，就是溶解进去的越多啊，理论上是这样吧。拍完了没？那、啊、你要剪头发了没？啊，你没拍完怎么剪头发？
结束气泡水机。